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一年级学生响应如素。我吃菜菜，还有加工，还有面。我吃菜菜可以保护地球，地球不会生病。植物三素，就一棵树。学生响应如素，保护环境。其中裴柔静因为不忍动物受伤害，在家也如素。从小培养孩子爱心，这股善的涟漪在校园扩散开来。教室传出虔诚祈祷声，为 COVID-19 祝福。孩子愿意为生命、为健康、为环境响应如素。台湾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文辉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。